那回去听看看啊。还是我把天气关掉，反正。你可以现在出来，现在是那个下雨天啊。对啊，还在下。云月，保护圣所，保护厕所，保护厕所，保护厕所，厕所保卫战。哇哦！哇哦！他这里应该是。观长，原来士官长也在看台啊！妈，士官长，谢长官，那有用吗？谢长官，哎，可以吧？所以电梯一定要圆头吗？哎，对，如果你是用那个的话要。隐月，隐月啊，外圈的陷阱应该再往下挖一格就可以了，就算了。那你要再往下挖吗？就再往下挖一格啊。好啊，再铺。那我再去准备个稿子。没关系，我还当新手。鲑鱼。啊！啊！怕爆！哎，这种是那种会吓到那种。这是超大声的。等一下，这是狼在叫，好恐怖哦！哎，狼在叫。野生的狼在看羊啊！快点！他眼睛好红哦，他狼人呢？赶快把他喂！快！养起来！在这里。他们不说他可爱吗？哪里可爱啊！天啊，哈士奇耶，很可爱啊！哈士奇很可爱啊！不是啊，他现在眼睛很红耶。哦。而且你看，狗生气不是牙龈会露出来吗？一模一样。对啊。他有露出来吗？有。而且羊不是眼睛会啪一边吗？这只狼的眼睛也啪一边在生气。啪一边生气是怎样？有点可爱，比起来蛮可爱的哈。眼睛啪一边说：“我很生气哦。”你看，他啪眼睛啪我这边。哈哈，我看到了。那应该感觉蛮可爱的。子弹里面需要有人帮我特地标个坐标。他现在生气不能喂他骨头。负84。212好，但是有用吗？有用，没有。反正你就记负100两，然后正200这样就好了。负100哦，正200。你是跑去哪里啊？下方吧，把一边放你这样。在地狱啦，我地狱的地狱坐标。哦，地狱坐标，地狱坐标是它不一样啊，接近零零的。我以为你说主世界。地狱坐标接近零零。我靠！那这水电梯不是要按到盖很久了？如果都要源头的话，都要源头对啊，而且旁边会露出来，旁边会露出来啊！阿基坐标那里，感谢你。就是。好请问哈基有开台吗？没有，你可以看我的台就好。没有啊。好棒啊！我以后也都要这样回。好棒啊！我也要这样子。哈基可能没有开台哦。对啊，可能没有哦。你们再问下去，他真的不开台了哦，他会要换平台了哦。啊！为什么会现在听到哈基声音哦？那个是录音档哦。没有啊，他只是在是同一个通话，是预录的预录。哇！安德。啊，通话啦。哇塞，你们盖家真的是很妙。隐月，啊，来我们家正门。正门怎么了？来看，你们真的选家选得很妙。正门。这里。哦，原来那边正门哦。你看，这里又是住友。啊？怎么了？正门。雨下一半而已。真的耶。哎呦，好会挑哦。哎呦，因为我想说要打附近的安德，要跑进来就发现，这边没下雨，这边那边另一边有下雨。哎呦，哎呀，这背景景，原来这有雨哦。要回家的时候，你还要走对边哦。我想把它推进去，然后再关起来。在干嘛？什么东西？不是，我刚想说我要出来看，然后我一过来看到杰克在推一只羊进我那个钓鱼的鱼。
那小猪他很想进去啊。哎呀啊！很热。哎呦！哦，我看到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小雨有没有看到？这一个是，这个是没有雨，那一个是有雨。哦、所以你、哦、真的哎。下雨天回家的时候，你记得要选对边回去。哦，来了。你要站这样，一半一半。对啊，超屌哎、欸！我好像那天的 CWT 哦。哈哈哈哈哈！边下大雨边没下。嗯的。好吧，那我今天就把这个电梯完成就好了。我慢慢玩。他现在生气啦，所以养不了他啦。嗯、对啊。要等他不生气了。这雨声好好棒哦，你喜欢这雨声？你们等下就睡着了。你喜欢哪个女生？雨声，雨声，他姓张。雨声，张是张雨生吧？好、哦。Say goodbye. Say goodbye.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撰稿，孝利三撰稿了。哇塞，我这样有得盖了。盖到疯掉，真的，盖到卡层系，没有雷啊，没啦、啊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没了，刚刚有，对啊，哇，我又不上去，你干嘛、啊？幸运山没有听到达利的声音，哦，幸运山了，我刚说就是小雨山，幸运山，幸运山，幸运山，哇，嗯，啊，留着好了，游不上去，我不会游泳。哇，好逼真哦！我现实也不会呢。哇，太逼真了吧。什么？为什么不做一把新的钻石镐再附哦？我跟你讲为什么？我跟你讲为什么？我忘了，因为我忘记了。就知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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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下挖，还没往下挖。窗外的麻雀，小雨想要下去吗？哦、哇，这只羊也太 happy 了吧！哎、欸，你把它打下去，把它打下去。欸、没有，没下去。哦，对，团团，我好生气、哦。没事，我找到了。哎、欸，找到了。为什么？哦哦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边，过来，这边，过来这边。玻璃。啊，是在对里面那一只羊生气是不是、啊？对。他就是觉得那只羊看起来太讨厌了，他点头点屁球，点头在讲。他说那只羊太讨厌了，他就偷听你讲话。点头的。可是我们上面的水要先堵掉，因为看不到下面是不是那个源头的水源。嗯。有人射我，是谁？哎、欸，我掉下来了。有人射你啊！来，等一下，我盾牌。好怕、哦！你们怎么盖这个东西？好难盖、哦。这个给你啊，这边吗？你们外面的那些可能珠子会先掉哦。没关系。这个，你这好偏啊、哦！这个下不去，只能。超级强！超级强！超级强！我觉得强强强和灵魂杀不错，我知道不错啊。有了，耶、欸！ Yeah, 越来越有 feel 啊！就一定是这样子。不对不对。耶！我觉得烈焰感长得好像法国面吗？想吃吗？饿了吧？饿了吧？我还没吃晚餐，不要这样。想吃吗？二十个蛋。看我，不要看。那他的面包，法国面包像什么？他的内建面包像什么？法国面包了。有啊，他面包更像法国面包呢。没有做哎、欸。来来来来来，分你看，你在哪里？等等第一。来来来来来，过来。哦，可是你看这个很像啊！你那个应该是，就是这个吧？你看什么？会唱歌的法国面包，会唱歌，啦啦啦，就是那个啊，烘焙王啊，你在啊？我做铁压力板，慢慢玩。我觉得像鸡肉串，太饿了吧？肚子饿了吧？恨死你们了！这个嘛。
哎、欸，狗狗不要，狗狗不要，狗狗不要，不要！我的羊，不要，坐下，坐下，哇，图被图了吗？有，我很棒，他好凶啊、哦！他气完了没啊？他还没气完、欸，对啊，爆牙还爆血，上去的话走楼梯，爆气、欸，哦，可以坐船把他拖远一点，这样子哦。你怎么、啊？你在干嘛？我要引羊过去，他把我羊弄死了。哦，啊，对不起。啊，坐，等下为什么我的羊尸体一直倒在这边？不，你的羊尸体。哎、哦欸，小雨，你站我这个视角看到那只羊还是躺在地上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站在这边，它还是躺在这里、欸。我截图给你们看，啊、超奇怪的、欸。所以你那边有一只，你那边羊死了吗？羊死了吗？那边养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很养了、啊，是很养啊，乖抓，你看超奇怪的，它就很像是那种尸体还存在的系统，哇，就一只躺在那边，哇，好猛哦，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必保留，天哪，小雨，帮我做一件事情，嗨、啊，我等一下叫一声，你就帮我把这个泥土，真的，懂哈。他我等一下上来，我等一下上来。那个，泥土打掉就，掉啊、对、那個，我在你后面。哦，哎、欸，看不到你了，哎、欸，你怎么？哎、欸，小雨，我看不到你，你跳下来。假的。啊，等一下，你再跳。啊，你可以先放水了，然后你跳下来。他跳水下来的声音有音效哎。他是染料啊，好，等一下，我还在游。我再把下层填满水啊。这他自己看不到我，看不到填满了。啊！动阿伟啦！我在请。你完蛋！怎么了？啊？为什么哈基跳啊？哎、欸，我为什么游不上去了？為什麼哈基离线了、啊。啊！我切到英文，就是、少一个。我没有切到中文，又看不到杰克啊！看到吗？看到啊？没看不到啊？啊？哈基怎么了、啊？杰克啊？他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杰克。知道啊。啊、哦！有了，打死你！用他怎么了？打死你！看到了，我才用手敲两下。没关系，让我慢慢玩。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小雨，你刚刚都一直看不到我。啊、来，等一下，你跳下去。那这个跳水有音效。等一下。好。我的口水。好，你可以跳了。哎呀，丢掉。有音效吗？哦，啊、有音效，有音效的。那真的、啊、跳下去有那个。不是跳水的声音啊，是有人会那个人会叫，会吗？有叫吗？会吗？我没听到人叫啊，我只有听到进水的声音而已。哎、欸，第二个、啊、没有吗？好吧，对，要补上面那一层呢、啊。啊，我放你们上来吧。好黑啊！水来了，要被冲上去了。然后你要再下去替换这样、欸。等一下，再把下面的换成那个。啊，说了吧。然后我去准备一把铲子。哇！我有铲子，我可以挖。我要挖。他进不到第一个新手游泳啦、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27等又归零了啦。你、欸、干嘛、啊？你不扛错游？摇摆，然后我就一直扛错，摇摆，扛错。好了没？放你上来了。等一下，我穿个装。你不要逼新手游泳啦。好，Go！往上游，继续游。用力游，快游，快点！是这样才不会乱游、啊。我好想放铁针哦。不是因为啊，不行，不然下面的源头全部不见。因为1.13版本，它一定要是源头水，它才会有这种气泡出来。嗯，不要说再慢慢补。你有没有按扛错啊？你有火把？有啊！哎呦！有啊，脚在没有？等一下，他现在是受伤了，不是他脚在游啦。你根本没有游，按住空白要往上。我有啊！你知道我刚，你知道我刚游上来多快？垂直不能那个吗？你要抬头，你不能垂直啊！我刚就游上来的、啊。他现在游水很快啊！哇，下面还有装备，等一下哦。为什么这里那么深啊？这边有一个，要做水电梯啊！哦，好，帮我放水下来。
打掉那个，其实下面无限水源就好了，不用上下跑。啊，我就新手没。哇，好酸哦，肩膀。有了耶！我刚就可以，为什么？你看可以啊，八中可以啊。你看啊，我用很快啊。没有啦，那个杰克没有按到。我有按，我按跑步键啊。可以不用按跑步，它直接就可以游很快了。现在的水就直接。没有，你要按那个，按一下，然后抓，然后就嗯，然后我再一次好不好？就是要变，要先变成游泳模式啊。水收掉，水收掉。等一下，那个结束。